结构就在哪，这个是饭料，这个是饭料，这里是这个是桥树，这个是启动跟停止，它料到了这里，支撑到这里，这边是圆盘，这边叫做圆盘，这个叫储料输送，储料输送，储料输送，记得这边是下料口，好，这边就是套标机，套标部分，这个是中心柱，这个是中夹膜，这个是下夹膜，好，这是割刀电机，割刀电机。接着这边就是拍打，这边这一部分就是纸卡部分，好，这里就是伸缩部分，好，伸缩部分过来以后，这里是气除，这边是气除，这里有个旋钮，一般是调到最大。你有个开关，这条输送带的皮带的速度的，啊，这边是那个整桶波纹机的全部输送，也有个旋钮，还有个开关，一个也是调这个速度的，基本上这个都是调到最大，不会去动它了，啊，这边都是整桶包装的，这个叫推料气缸，这个是导轨气缸。好，到这边来，它通过料产品通过这里推下去以后，到这里来，这个是储料气缸，这边这个是自由喷气缸，这个也叫推料气缸，这个是胆料气缸，这个是小压料气缸。好，接着这里，这个就是那个分口气缸。这边就是伸缩炉，这是整个机器的整体结构。现在多少分钟了？